哎，各位好，这里是哪里？这里是普吉岛最出名的一个海滩，那就是巴东 Beach。 你看我们的太阳就要下山啦，你看这个夕阳那么的美好，那么沙滩都是人啊，你看这边的人潮啊多么的汹涌啊。哎，我们看到那个好像是降落伞，对，那这边很多人呢也喜欢花一点钱呢就飞上蓝天。好，我们就看这个降落伞怎么下。不用担心，有一个工作人员陪着你，然后陪着你上，陪着你下。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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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哦，下来了。对，现在是几点啊？6:05啊，那也就是再多半个小时就要下山了。来，我们来介绍一下郭老师，郭老师的女儿钟小妹，还有呢蓝小妹蓝婉璇。好玩吗？好，对，介绍。哦，来，我们看看一下，又有一个降落伞往上飞啦。这里呢是普吉岛上的一个镇，叫普吉镇。那我们今天就逛逛一下。Oh, very old, very old already. How many years here? How many years? How many years? Ah, the town area. Oh, many years. Many years. 100, 200. I think you go to the Expo Fair. Oh, all the building. You see, you look up there. Or... Yeah, I saw that. Yes. This one very old already. Very old. Oh. Nearly 100 years. Maybe more than 100 years old. Yeah. Don't need to stop. We just walk. Stop. We are hiking. Oh, take a photo first.哦，很漂亮耶，它的海。这里是一个在山上的旅游胜地，那叫 Big Buddha。 那我们在山上呢看到了在山下的一些建筑，还有美丽的海滩。那这个 Big Buddha 呢也就是大佛，那目前还在不断的装修中。那大家可以看到这尊大佛呢在普吉岛啊可以说是首选最出名的一个旅游胜地。那我们看到了两个小女孩，来 ,hello, 来介绍一下。这边是大佛寺，它是在泰国的山顶最高点建的。哦，是。我们刚才花了大概有多久的时间？40分钟啊，才上到这边。对，我们在山上呢看下去，你看普吉岛的这个居民的住所民宅相当的密集啊。是的，我们看一下 Big Buddha Bukit。这里就是泰国普吉岛的郊外。一路上呢，看到很多店屋、车辆也相当的多。
这里是一所大学，看到大学吗？